起火箭兵鬼火的明天，中华强国梦在世手中圆，神州大地沸腾起我们生命的火焰，啊，燃起鲜艳中国电上天，万里苍穹回荡着我们和平的宣言。
队贯穿中原大地的地底下有运输和储存的相关工程。看一个片段。据台湾最新一期的亚太防务杂志报道，台湾研判发展长程和重机弹道导弹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目前最优先发展的打击力和反击力的军事项目。台湾说，解放军第二代的战略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和我是没有问题的。针对这些存在深山里的这些核武，美国也想尽了办法。讲一个朴实的故事，感动中国。平凡的岁月映出崇高的品格，牵一缕温馨的春风，感动中国。博大的爱心和志，希望的幸福。